所以我尽量的不玩，我就玩这几个。提莫我当然会玩了，对吧？还有什么大树、狗头、塔姆，对吧？都会玩。蛮王很多同学不懂，就说为什么你要带闪现，不带疾跑？其实蛮王可以带疾跑，可以带闪现，两种打法，两种打法。点击左侧录制按钮即可开始闪录现有制闪远现的距打离法，比赛。疾跑有疾跑的打法。武器大师直接多兰之刃，打武器大师只要你有套路，他没法跟你打。给你们看一下我打武器大师的套路。武器大师的反击风暴完克蛮王，但是一个厉害的蛮王在前期打得好的话，武器是受不了的。我很清楚，因为以前我研究过国服第一蛮王，套路我很清楚，韩服第一蛮王我都研究过，打武器大师那个套路我学来了，一级学艺，不可能让他 A 兵的，知道吧？不可能 A 兵的，他只要 A 不到兵，我和蛮王和武器属于一个类型的，就是上来只要谁 A 到兵谁就强。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我 A 兵我加怒气，他 A 兵他加攻速。所以第一步卡位，只要一出来两兵小兵接触的时候，谁站在兵旁边，那么游戏结束，明白吧？游戏结束。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，你的旋风斩用得好，它的反击风暴是无效的，啊，无效的，因为我的旋风斩这么长，看到没有？它跳斩的话也是这么长。好，注意啊，一定要先一刀，他炸了，两刀，三刀，一刀回拉，先耗他一波血。好，我现在怒气起来了。那我叠怒气有一点比他好啊，就是我的怒气时间比较久。我这波不跟他打，这波我必须得通过走位。你炸了，一刀，吃药两刀，还手，不暴击我很尴尬。但是你看这个回拉的旋风斩加平 A 多痛啊！再上，啊，保持怒气，我的怒气保持比他要长，炸裂。我吃药，我不会用怒的，就这个怒气就保持在这里。你看他药很多，对吧？没用，没用，他换不了血，换不过的。看好啊，回拉啊，追不到的，不可能追得到。他的 ECD 比我旋风斩要长。靠近不了兵，前期可以打，后期不好打。你说的没错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他没有后期的。回拉追不到，无论他用什么方式都追不到。他靠近我，然后开旋风斩，用跳斩追击我，追不到的，距离不够。你只要点卡得好，他是距离不够的，而且他旋风斩的伤害还要吃。很难打，这波我要把血回下了。他捡了个头，他把队友头捡了。红蓝 buff 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塔下依然耗他。旋风斩，啊，平 A 加旋风斩，他很无奈。我旋风斩也就13秒，比他快多了。减他攻击，靠近兵就是。一刀平 A，没到，这个不要靠近他了。等一下，等技能好，没事干放一放 W 减他一下攻击，回拉没用啊。
砍你又如何，砍你又如何，砍你又如何，这个伤害你看追不到吧，距离不够啊。啊，他吃我平 A 加 E 好痛的，他在我面前回城是在勾引我吗？还是减他攻击力？哎，没用，回血他没有，很惨。你回不去，我有回复的。他带的是 T， 我带的是点燃。就这个点燃嘛，你让他就根本没法跟你拼啊！我砍他好痛啊！好，注意啊，先减攻击，一刀回拉，一刀。算了，我走了。不行，这走有点亏。先攒一波怒气。那你完了，卡位。算了，没爆。我主要是把这个线压进去，大招不值钱啊，随便放。我走，先回家一波。不好打，他有 TP， 我这个线上要亏。但是有点燃，第一件装备出电刀，买两瓶药。好，这个东西出15暴击加我自身35，50暴击，砍两刀必爆一刀，而且血量少的时候啊，你不用怕，因为血量少的时候攻击力很高。他死了，我队友来了，一刀减他攻击力，一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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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点燃不着急啊。 OK， 很舒服。刚才还有一个红包没发，1000块对吧？好，马上。幸运水晶快爆的时候提醒我一下啊，各位。我先把那个1000块红包给抽了，先来500。不是这个武器菜，而是他被我玩克，一刀一刀吃药减攻击，一刀回拉，继续吃药，怒气不交，上上上暴击，这个暴击肯定爆的呀，50几率，随便爆，我刚两刀都没爆了，不爆就假了。那我这个黄叉，那真的就二手的了，随便打，前期随便打。再吃一层塔皮回家，这将会是场屠杀。暴击暴击暴击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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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好吃，这不吃危险，我电刀够了。电刀一出就厉害了，30的暴击，还有附带魔法伤害，再加自身30，65。
一点怒气，1.85生命值。他的等级并不低啊，因为他 TP 能够保他等级。这波没有旋风斩，亏了。暴击，暴击，痛不痛？回复绝，大招马上好。等一下，他要搞我。等一下，大招马上好。好，大招好了。你跑。大招。哎呀，我看他队友来了。他队友来，我跑不了了。哎，这波我贪心了，不应该杀他的，不应该杀他的。我都不知道他这个泰隆又跑上来。给他机会了这把，其实我完全可以不用杀他的，明白吧？开战吧！切，就是这一次不会再死了。我先把怒气 A 起来，没怒气，刚这几刀没暴击，他舒服得很。我真的蛮怒，塔下照样蹂躏他。现在完成啊，65暴击。等一下啊，把怒气攒上了。好，吃药。来，靠近我，一刀！你看你吃不吃得消？啊，我把视野做了，不可能给你抓了啊！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一刀吃药。怒气起来了，一刀回拉，跟上就大招，一刀一刀一刀，死啊！你闪现跟上我就开大招，舒服。开大招瞬间满怒，再吃一层塔皮，回家。还可以走，来个攻速鞋。我是你最可怕的恶。走了，耀光，没事，不怕，完全不虚。先出这个吧，钱刚好187。他跳斩追不到，他只能拿闪现追，但是闪现追呢，我又有闪又有大，对吧？怎么搞都行。想的怎么跑是跑不了了啊，换我也不可能，虽然我没大，不怕，等他消失 W 打不了，打不了，打不了，耶。回血，这个愣头小青年，刚才我没大知道吧，我怂了，他反弹我很痛，我现在大好了，
其实我很害怕拉莫斯，因为拉莫斯开 W， 我会不会弹得很痛？一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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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刀！哎，我靠，什么情况？掉线！上来上来，减攻击，一刀两刀三刀四刀，海龙在下没事，头铁，看不起我蛮三刀的暴击，他觉得他护甲很高，砍死他，好，无尽，百分之百暴击，现在百分之百暴击。没怒气的情况下是60，现在的暴击附带真实伤害，加上征服者的真实伤害，很舒服。现在砍人真的只需要三刀了，除了龙龟。刀刀见血，100%，219。来感受一下无尽的威力。我的终极装备出来了，每一刀都是暴击，护甲也顶不住，护甲高也顶不住，真实伤害。不来我就推你塔啊 ！ADC 匪没关系，没用，他这个是没有位移的 ADC。一刀没爆，一刀你受得了？这个暴击，真实伤害的暴击，哇！刀刀见肉，你看看这个暴击的感觉多爽！费德提克转角遇到我，一刀，开战吧，一刀拉开，拜拜。哎，跑得快，哎，算了，不跟他打，麻光，啊，不跟，啊，不跟打，我靠，他这后面要不是一个草人，哇，这波好气啊！不够，我把这个出了，这把他草人很克我，哇，这个好像这个被他硬追死不能还手，他后面有个人有个控制，我蛮王最怕的就是控制，这愣头小青年，草人一来就烦，其他的英雄都不怕，龙龟都还好，草人是最恶心的。把红给我吃，我来把他砍死。好，他草人来上的话，下路势必要亏。恭喜蠢获得500元红包。复仇去，七的一，七的一，再来一个啊！还有500，这把跟你多逼逼了，一，你这个草人就一刀，一刀啊、就先把草人干掉，草人是最烦的，最恶心的。来，没事，一刀
一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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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、知道知道为什么我叫蛮三刀了吧？砍第四刀算我输。7-1，抓我泰达米尔很愤怒，逼我出山，把他下路推了。暴击几率100%。向他推了，这个蛮王我觉得我先把水银溪带出了，不然这个草人来我还真得让他，草人的控制太久，但我把这个一出我就不理他了，我真的就不理他了，上来就把他砍死，不解释，现在是不解释。攻速也涨了一波啊，1.73。银行抱团了。哎呀，一时一刀一刀一刀，你吸血，吸血吸血吸血，你吸血吸血，哎。蛮三刀，在下莽张飞，请你恐惧我，专治恐惧。草人最怕水银溪的，水银溪的一出就废了，舒服。等队友，没大招，有点危险。再出个羊刀，我就把草人砍死。最讨厌草人。哦，这波不能打，这波没招，逮到你了，小草人。逮到你了，一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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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算了，没打到。走喽，回家喽，把这个做出来，鬼锁狂暴之刃，鬼锁的狂暴之刃，再来个吸血 ，OK。现在附带魔法伤害、真实伤害和物理伤害三种混合伤害，什么装备都扛不住。来下去砍我，这波有大招有闪。三刀来啦，哦，你看看这个攻速，砍完几刀之后这个攻速恐怖啊，是谁敢靠近我，我靠，这谁能靠近，你不踩你的呢，大龙大龙大龙，有点恐怖，这几个人
快走快走快走，还是要低调一点。蛮王还是适合单挑和单带，打群架稍微有点弱。嗯，完了，大龙丢了。大龙丢了，这龙龟烦了。现在龙龟它好肉，很好，龙没打，行了，不亏。他们再打我再下去，我还有十几秒大招。好，没打，可以。单带去了，砍他武器大师。他这波应该要带来，好，听说你后期很强，来一刀。哎呀，哪天不死人呢？你这么就一刀两刀三刀，三刀该说，只有三刀，在下满三刀，就三刀砍完结束。这 ADC 敢对我放大招，龙龟反，龙龟太反了。龙龟270的护甲，他开个 W 500多，还有反弹甲加自身的反弹。我们要把大龙吃了，我单带他一个人守不了。你们准备大龙，哦，秀吗？你能把武器大师秀死？难度太大了，太嚣张了呀！你秀谁不能秀武器啊！我靠，这个 VN 太膨胀了。武器大师打这种 ADC 还是很厉害的。哟，这谁踢这个位置啊？一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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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舍得很，感受到了吧？什么叫攻速？什么叫满三刀？一刀一刀，你在这跳，空中把你腿打断，一刀劈下来，舒服。我三刀还是暴力啊，两路。差不多能一波，没兵线，我攻速贼快，好人复活了，不理他，恐惧我，让你感受一下，我死一，我一刀，哎呀，没砍到，啊，砍在 ADC。感谢古树旋律的飞机，谢谢，爽，很过瘾，三刀很过瘾。